下去转了一圈，哇，捡了这么多螺，这都是大个的，哇、哦，这种的螺特别好吃，哇，今天大潮注意吧，好，刚才就跑到下面去捡了一下，那水也差不多快抓干了，就不下去了。哇，小鱼仔好多啊，那我们就不抓了吧，注意给它多一点，往这边，看，要去关掉它。哦，小鱼仔好多，哦，石头蟹在那边干嘛？哎，这个塔罗没了，看石头蟹，哦，刚才这边的，我这边我又先给它抓了，这个是在干嘛？哦，出来，哇、哦，这条龙大，这条够大，有点吓了，哇，第一个时候就给我来这么大的，我吓人了，哦，呼噜呼噜呼噜，哇，这条差不多应该有个两斤左右吧，这边。哎呀，嘿嘿，小石鱼跟大强回家，嘿嘿，你咬咬没有？糟了糟了，赶紧扫一圈啊！哦，这被泥浆弄的，看都成这样子了，看到还都不知道。石鱼一枚一枚一枚，然后这边也有一条，哇，这太好抓了，给它洗干净。哇，这边也有石鱼，哈哈。水太浑浊了，哎，你别跑，我这样洗了懒，你跑了我就亏了。哇，这边，哎，哇，哎，哇，哇，海公主啊，好久没抓到海，好久没抓到海公主了，哇，这条漂亮，来，这个必须得给他带走。等一下。大家听，这里面什么动静这么大？嚯、哦，石头蟹，呜、哦，个头不大，不要它，不要它。哦、我还有听到这里面发财呢，什么都能过啊！完蛋！嚯！跑到这边，哇、哦，大货，这条黑货，哇、哦！这，这么给力吗？我抓不住，我打开始打圈圈，来，哇、哦，大鲨鱼，还喷嘴，是不是跟大强争气？你来抓我就喷你一身水，来来，这个我桶装不下，我得放到上面去站一下，要不然给牵放到这边一下。抓到大鲨鱼太兴奋，这里面看来不错，哎，这个打针边啊，不过不咬它，给它扔。下石头就给它摸一下，找一下。要是突然间给我来个螃蟹夹我一下，那就爽了。我刚刚就被螃蟹夹一下，它马上夹我。看来今天早上我这个嘴不能乱做了，再乱做就完蛋了。哦，是硬壳的，我以为是软壳的。哇，够大吧？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哎，哇，哇，我看到在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得给他抓紧。哎，哦，哇，这么给力吗？哎，在这边。哎，哦，又一条。哇，这成双成对的大鲨鱼啊，吃鲜货！我怕被你咬到，这么给力，我一直在。哦，这大鲨鱼厉害，哇，成双成对的，摇头，摇头没远的，走，跟大熊回家，大熊放你放到上面一起去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给它成双成对，哇，这应该我看一下，哎，这是公的。哇，这是母的，哇，真的成双成对，看这个，看公母子这下面，估计这两只是出来度蜜月的，被大熊给遵守先言带走了。可以，不错不错，一公一母，给它放在这边，我们底下再找一下。这边怎么一直在打嘴哇，在底下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抓得到它。再找一下，再找一下，这嘴都被我弄浑浊了。不过大全今天挺开心的，哇，
哇，早上出来不亏不亏。等等，我们看周货去，估计也没货了，找了一大圈了。走走走，来来，我们看一下周货。哎，我的那个大鲨鱼蝙蝠鳍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哪的上面拿到这边来演，然后这边哎又会跑了。哎，哇，在这边，看到一条了，还有一条了。哎，这里面千万不要游动，游动的话会糟糕的。哦，躲到这边了，那你给力。哦，幸好是阿姨先看到了，我都没看到出来。哦，我被夹住了吧？现在你被门板夹头了吧？啊，现在你舒服了啊、哦？给我出来，出来。哦，哦，太给力了，这两条，一公一母两夫妻，给他收了。可以，这个来大家看一下收获。哇、哦。今天周货可以呀、啊，虽然货不怎么多，抓到红龙一条，哇，这条红龙差不多有个两张斤吧。然后这个海公主，这个最漂亮。然后一些十九公跟直刀蟹，最给力的是这些，是这两个。哦、我桶装不走了怎么办？这两只差不多有个五六斤应该是有了，六斤应该两只加起来应该六斤是有了。然后一斤150。看来我这脑袋瓜不灵光，我知道差不多六斤吧。然后吃到一斤差不多150，然后做不出价格。刚才问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差不多900吧，连是差不多六斤就可以卖个900。然后这个葫芦啊，加起来应该可以卖个1000来块吧，1000来块。然后这连是拿去卖，这些就不卖了，拿回家去。葫芦拿回家去，特别补的，大家是打什么？来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然后希望大群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